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朱小猪。看到这张你就知道这是 Minecraft。那我们现在要玩的不是 Happy Store， 也不是什么有的没的，这是一个国外的小皮解谜地图。然后这是庆祝我什么九十人订阅，对。然后我去看到有一个实况者玩，然后我想来挑战看看。我会把那个实况者的名字和频道都放在连结都放在下方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这个意思大约就是会在一个小方块、一个小空间一模一样，一直每个关卡都在一个同个房间里面破解。那我们要找到按钮，把它放在钻石砖上，差不多这个意思。哦，第一关就这样，就大约这个样子。对，诶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什么？我们先来看这本书啊。好看，太棒了，我看不懂。恭喜我。OK， 第一张是哪一个啊？哎，随便。那我们先把它摆进来，把这些东西都先摆进来。看一下这地图。OK， 哎，这是要干我要我干嘛吗？刚刚是不是叫我把要把它摆在中间？这样对不对？哎，哇哦！刚刚它就自己跳出来，你不用按一，它会自己。这是什么发射器吗？对，好像是哦。这个完成，那我们先把这个丢进去吧。那这个是，我懂了。OK， 简单简单，这都还简单呢。这，有了吗？有哎，帅，超帅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这好像要我们用出岩浆。那我懂了。等一下。这是钻石中间栏杆，哦，这好酷哦！它到底怎么用的？岩浆上面对不对 ？OK， 没办法，一定要摆中间呢。OK， 岩浆上面，栏杆下面，这样对不对？哦，简单简单啊，以我这智商都可以的。这是什么？修复名字。这应该是要叫我去打上密码，因为我有看人说。那这等于什么意思？要有什么特别的？这是什么？没有按 Q 嘞？我，好，这一定有什么蹊跷。那我按一下 Q， 我们看下这里的变化。等一下，我们一面一面看，先从这一面。好像有没什么？按这面呢？有这一面有变那这一面呢？有 OK， 那这一面呢？这个没变，等一下再看一次。OK， 没变爽。那这62了，就是你了，就知道。62，啪！哇，帅，聪明。放在金砖，这样。放上去吗？真的。它变羊毛嘞，好酷。看应该是放在上面。好了，简单简单。再放在这上面对不对？放在铁砖哦。OK， 钥匙嘞？钥匙？钥匙嘞？这什么？好贱，好贱！他说 Q。怎样 ？OK。皇上蓝上，皇上蓝上，要这样，皇上蓝上，因为他刚刚是相反的嘛，因为不可能再这样，红下绿下，红下绿下，对啊，不是这样吗？难道这样？这样，真的在这里哦，天啊，我们。给我这个，干嘛？可以放吗？不能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好像可以不用玩很久的感觉。我好像卡关了。再放回去了。会变所以我们每个都要放，要把它全部清除的意思吗？所以每个都放一下，看一下有什么变化。等下就这个。我本来就随便乱放。绿色，果然又是这个，又是这个吗？不是，好吧。
blah blah blah， 我记得这好像是彩蛋的意思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这好像是彩蛋的意思。哇，我放弃一个彩蛋。哎，我今天都每个人都放一放。哎，好烦啊！我就一直按着我的滑鼠，拿起来又放上去。哎呦，就这个。OK， 还有一个红色啊。哎呀。应该每一个都放一放才对。OK， 哦，有这个 ，OK， 变夜通关，超厉害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橘，哎，橘黄红绿蓝，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也是丢掉，我觉得，哦，重新的意思吧。这什么特别的吗？诶，我这个才是真正的卡关，这个重新再重新一次会怎么样？嘿，哪一件都没有用 ，Q 也没有用，都没有用啊！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好烦啊！哎，啊，好吧，这好像不行，很快就结束了。嗯？好像没什么用啊。哦，等我一下好了。天啊，我们这90人订阅回馈会不会玩得太大了？等我一下，你们发现这个，框框都是一样的哦。等我一下哦。好的，我回来还是就是没发现什么东西啊，这个，没发现什么啊，这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好像是要去一个地方，我看作者是说要去一个地方，但那个地方我不知道怎么过去。对啊，就是要去一个地方把这些拼摆出来，中间是我们先记一下，中间橘黄。绿、蓝、红、蓝、黄、绿、红 ，OK， 你要让我起来了没？这样我们重新一下哦。方向不会变的，因为我怕我们等下到那个地方。我找不到啊，这个。啊，算了，再等我一下。那个我回来，然后我不知不觉就来到这边，然后我们先记下蓝，我刚不知道怎么过来，可是很怕等下又回不去。蓝红绿黄，绿红蓝 ，OK。好，这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哦，就是要四个都走过啦，所以中间是橘蓝，哎不对，橘。刚刚是要讲句，就这 ，OK。不是，这句。等一下，所以蓝旁边是绿跟黄 ，OK。蓝旁边是绿跟黄，好，这个是这个。蓝旁边是绿跟黄，所以，所以蓝色在哪边？就先以蓝色。为什么我一直错？然后旁边是绿跟黄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的，这里有个特别的 Y，yellow 的意思吧，在红色上面。yellow 在红色上面，固定在黄色上面。OK，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？blue 在绿色上面。这样，上面这什么？哦 ，orange 在蓝色上面，那这个就在中间了。错了吗？等一下，red 在橘色上面，还是相反过来？有可能哦。等一下哦，我重新一下。红色。
所以我们应该是红色在黄色上面，红色在黄色上面，所以刚刚，所以橘色它在绿的上面，欸不是 ，yellow 在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头好晕了，红在 yellow， 在红，对，橘在红，然后蓝在橘，蓝在橘。在橘，然后绿在蓝，这样。哦有，哎呀，聪明。好，现在干嘛？哎，我按到了什么？这样。嗯，好像没什么特别。这好，这是不是可？我记得我玩麦块那么久，好像这可以煮个东西。哎，真的可以耶！哇哦，射，啪，噗噗噗。噗噗噗！没有可以告诉我这有什么用处？去，没有啊，没有用啊！呀，哎，怎么回来这里啊？我的，不，然后等我一下，好，我们回来这里，然后我再重新煮一次，不是这样吗 ？OK， 这怎么煮都是火焰蛋呢？噗，好，等我一下。OK， 我就试过很久，我才想到我们可以按 Q 啊，就知道。哦，结束了，我玩多久啊？11分钟而已。哇，好酷哦！哎，哦，这是我们找到隐藏池的那个隐彩蛋室哎。嗯，没找到全部，好吧。这是作者吧？哦，这是他的 YouTube， 买 YouTube。OK。可以买 YouTube。OK， 坐着，拜。哦，这张地图拜。哦，哎，搁不搁 computer 哈、哦？随便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哎，等下，等下，对不起。哦，我真的第一眼看到他，以为他是 PPAP 耶。的那个大叔 ，PPAP 等我们刚刚先缓一下 ，OK， 那我们就到这里做个结束喽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哎，你穿上衣服比较好看，拜拜，嗯 ，Apple Pen。